老师，我来了。你来干嘛？老师，你让我去豫吧。没理的事，一边去。老师，我也想你带我去豫吧。做好了吗？菜八，我一会儿就回，你先去踢球吧。 现在有多少人？有400多人。住宿费用多少？就是你差不多一半吧。来，加点水。你自己家的两个小孩现在怎么样？一个大学研究生毕业的，另一个还在读大四。 操了不少心呢，你家的孩子呢？我家里那孩子呢，操不少心，挑不少皮，一定是管不了。现在念初中了。对，校长不发奖状了吗？现在一个孩子难管，知道吧？特别不好管。要不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先把正事办完了，完了中午你在我家吃个便饭，好吧？不客气，不客气。 郑波，好。郑波同学，这是你今年被评为前线三好学生，这是你的奖状，拿去吧。谢谢杨姐。回去之后继续努力，知道吧？啊。好，现在给你们校长回去，好不好？走吧。好，陆校长，下次到这里来，提前给我打电话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走吧。 喜欢我这足球啊？嗯。要不我送给你，拿去吧。回去以后学习要多多努力哈。谢谢。好，不用谢。好，嗯。
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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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猪在那儿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厉害呀你！还全县三好学生，我还得了一球呢。球呢？喏。你干嘛？就踢踢嘛，踢了就脏嘛。球怎么脏了？就踢踢，脏了我就不能给我爸看了。菜包，等我爸看完之后，我一定和你一起踢，好吧？哎，当三好学生真好，还有球拿的，明天我也当一个。石头，校长把我带去了，那我们一人一个球，那我们还就俩球了，那猴子肯定会被我们气死，对不对？你想吃什么？我要吃大腰肉。好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三哥，5块钱。怎么样？拿着吧。
请你吃好吃的去，快！小宝，你想吃什么？辣条。还有呢？香菇片。够了，走吧。再来一点。够了。再来两根棒棒糖，给你一个。好，走。三哥。嗯。八块钱。他们在踢球呢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师傅，帮我把作业交了。你跟猴子说你带我一个，猴子，带我一个呗。不带，你带我一个吧。不带，我让你带我一个吧。人我们人都满了，怎么带你？正好嘛，见我师傅。你带我，不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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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搞的？跑什么跑？你心情呢？在家。老师，石头凭什么把球带回家？那球奖给我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带回家？奖给你，奖给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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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奖给你一个人。都别吵，醉了。吵什么吵？东哥，你俩把新球带来。那球不是奖给我的吗？谁来奖给你的？谁来奖给你的？你拿不拿？我不拿。你拿不拿？我就不拿。你不拿。站。你怎么了？老子叫你去拿，怎么不出拿？那个球是送给我的。那送给你的就是送给你的吗？就归你所有吗？送我的就我的。那是送给班集体的。你去拿。你还去不去？你不去，我就把你的三号学生奖章收回来。
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拿不回来，你别来上课。老师，我先把球放这儿，我回班上去了。等一下，我找你还有事。石头，石头，怎么样？我说吧，肯定把球交了。陆老师不帮你，那球本来就是他的。狗屁！有种你等会儿下课别踢。来，雪人，咬他，咬他，石头，走啊，自由卷，走，第五条，走啊，走啊。周末留下来，你们回去吧。你怎么还不走？你也走。周末，他们都走了，你跟老师说，球是不是你弄破的？不是我。真的不是你、啊。真的不是我。踢坏了你得赔，新球不是我踢坏的，反正你踢了最后一脚。校长都没说是他踢坏的，校长说了不算。再说了，陈大哥也还准不定是谁弄的呢。赔不赔你？我赔不起。你赔不起是吧？收，菜包赔不起，那就得你赔。反
反正你们两个谁不陪，以后都别跟大家一块踢了。行，我陪就我陪。你说你陪啊，我就等着你陪球。菜宝，这球你怎么陪啊？买个新的陪陪。你还有钱吗？我看看吧。我没有。奶奶，我今天给我爸打电话又没打通。你爸爸忙，忙点哈。你爸爸叫爸出来。石头，你找钱人呢？要不我们俩降价吧？不，不能再降了，那连买足球的钱都不够了。那怎么办？三叔。好。三叔，你买奶吗？你要买吗？买什么奶呀？早餐奶。里面卖多少钱呢？2块。1块。2块。1块。那你为什么卖给别人2块？你废话呀！我都买卖了呀。哎，刘美凤，红东，刚才没人问吧？三哥，你2块钱把我们俩这奶买去，你3块钱卖给别人嘛？3块，卖给你，你要吗？大叔，买奶。哦，2块，放在桌子上吧。别买他的奶。别买他，你买我们的，我们这奶好，买我们家的。不行，我2块钱便宜，挺便宜的。2块钱。哇，就不行。又来个红中。除非一瓶1元钱。就1块，快。
你敢？你敢踢？我就看你怎么踢！快点，把球给我捡回来！球进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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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进了！怎么不打？你看你邓叔，这就老玩球，把大家都带坏了。你要知道，你是班上最差的一个。还有你，你更都羞坏了。你是班上的三个学生，你要起好带头作用。你更多的气哄。球破了好，看你们玩什么！都把心思给我放到学习上来，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。听到了。听到了。听到了，那好，回到位置上去。猴子，你球补补行吗？你说行吗？都破成那样了。他会赔的。怎么赔？赔两吗？他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说他不是故意的，你踢之前你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踢是你说的吧？你脚拍有毛病吗？踢两个球，两个球都瘪了。你还说他不是故意的，当着我的面踢，还不是故意的。裁判，给你擦了。石头，我回去帮我奶奶做家务。
上课了。蔡德贵，你作业做了吗？我做了。真的做了？我真的做了。几个人帮你作证？我和钟洪博一起做的。钟博，你昨天和他在一起做作业了吗？是。真的做了吗？真的做了。那你帮我找。找到了吗？老师，我昨天真的做了。中不？我不知道。当着老师面都在欺骗。所以呢？有吗？去，到后面站。你回到位置上去。猴子，你们以后不要欺负菜包了，球我们会赔的。球呢？有吗？菜包，你为什么不等我？你还在生我的气？走，到我家去写作业。我不去。就去嘛。我回家帮我奶奶干活。干完活之后也可以去啊！我都说了我不去。
三叔，给，拿着呀，拿着。你把那个外面那个皮吃开，把那里面那个胆掏出来。干嘛嘞？怎么不捡了？来，三叔看一下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三叔帮你。种在哪里啊？这是。对呀。嗯。干嘛？别讲话呀！一边去。不放心三叔吗？嗯，够大了。有些补不了了。胆都没有怎么补嘞？奶奶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零花钱啊？不用你管，我自己拿。就给一点嘛，一点也可以。你怎么老是要钱呢？玉思杰，嘿嘿，你能先把这个学期的钱给我吗？不行，你又不吃亏。可不，只有十一块。十一块也行。那你要把我这学期的作业全包了。行。
菜包，你怎么了？蔡小坤，怎么迟到了？你裤子又怎么了？老师问你了。钟博，你说，他怎么了？蔡小坤呢？我告诉你，我的事情和你没关系。这一回，火柴把周围全照亮了。奶奶出现在亮光里，是那么温和，那么慈爱。奶奶，小女孩叫起来：“啊，请把我带走吧！我知道，火柴一灭，您就会不见的，像那暖和的火炉、喷香的烤鹅、美丽的圣诞树一个样，就会不见的。”周洪博。你坐下，李星星，继续多管。他赶紧擦着了一大把火柴，要把奶奶留住。一大把火柴发出强烈的光。三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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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呀？干嘛来？我要打电话。电话没打通啊！喂，找哪位啊？哦，找小蔡呀，蔡哥。哎，猴子，找小蔡。三叔，我去。太高，我给你挂电话。太高，太高，有你挂电话。太高，挂电话呢？打电话我不放在上面吗？
宝，财宝，你为什么打我羊？财宝，你别！财宝，球上的眼到底是不是你扎的？不是我，真不是你。真不是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周洪波为什么站在这里啊？不知道。他帮四年级的学生抄作业，还收人家的钱。周洪波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的恶劣？你太让老师失望。我跟你讲，你下周以后写份检讨交给我，明天把赃款带来，听到没有？你下去。
三叔，啊，你爸电话呢？你爸打我手机呀？你手机呢？你爸挂了。你爸说了什么？你爸说，大钱打回来了。还有呢？没有啊。电话，我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接？你爸挂的。你为什么不让我爸多等一会儿？你爸怕浪费话费。这球多少钱啊？有100、200、500的，你要什么样的？能便宜一点卖吗？可以啊。最便宜的多少？最便宜的，最便宜的要100块。老师，您还记得我吗？上次您还发了我个足球。什么足球啊？小工，哎，我们这个表格完善一下，好不好？
你把鱼交给我哈。嗯，对主任。哎，签字。哦。能不能再发我一个球？昨天下午到的是吧？对，昨天下午。再发一个，就一个球，一个球就够了。再发一个球就够了。老师，就发。晚上啊，好，你把鱼交给我。老师，就再发一个嘛，一个就可以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真的没了吗？再找找，也许还有。哎，好，把这个没清完的清完，好吧？好的。你把鱼交给我啊。王主任，啊，这个礼拜一交给我，好不好？把没清完的完成一下，啊。老师，你就再发一个呗，再发一个，一个就可以了。什么一个？啊？今天不是上课时间吗？啊？你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你哪个学校的？你校长叫什么？啊？你给我站住！这球从哪买的？观察班这儿。这个球花了多少钱？35。这球能不能卖我？不卖。就卖我。什么？要买这个球？要买这球是吧？那你有钱吗？有啊。喏，好，看看，钱拿给我们叔叔。4块，5块。啊，你的球，我要的不是这个，就这个，你的钱就够买这个。我要的是那个，就这个，我要的是那个。爱要不要？你干什么？你干嘛呀？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球给我！球给我！把钱还我！干什么？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钱还我！欺负他！你还蹬啊？你还蹬？走！你个蹬！就跑！
你昨天旷课干什么去了？老师问你啊，以后再旷课三个学生被当了。听到没有？金沙指金沙江，是长江上游的一带。人崖指高耸于人的山崖。那么他的意思是，金沙江两岸悬崖峭壁，盘积的流水拍击着两岸高耸的山崖，给人以温暖的感受。猴子，怎么了？你这球从哪儿来的？菜豹赔的。菜豹赔的？嗯，你不知道吗？菜豹转学了。他转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还是菜豹够意思，走的时候还留个球呢。被他爸爸接走了。他去哪儿？金川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昨天走。奶奶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。奶奶，你有蔡豹他的电话吗？三叔，三叔，老师，陆老师呢？还没来呢。
你终于知道错了。知道错那就好，知错就改，那也是个好孩子。以后别再旷课了，听到没有？你去上课吧。其实那个球是我给扎坏的。你说什么？那球是我给扎坏的。能够勇于承认错误，那也是好的。去吧，去上课。走啊。拿着吧。拿着上课。拿着。以后好好上课，去吧。喂。喂。叔叔，菜包在吗？菜包，石头。其实那球是我扎坏的。菜包，石头，看见我送给你们的新球没？他大家伙高兴吗？菜包，那球是我扎坏的。石头，我爸叫我，我先挂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挂了。你跟我一伙的，猴子，其实那球是我扎坏了。猴子，你踢不踢啊？其实那球是我扎坏的。踢不踢啊？对对对，去踢球。没事儿，石头，别想这事儿了。我们现在不是有新球吗？大家一起踢吧。
是的，你奖状呢？你奖状呢？不能高一点。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和奶奶都包好饺子等你回来。石头啊，可能我回来不了了，买不到火车票。爸爸也是没办法，想出赚点。石头，你在听电话吗？爸爸没用，下次我一定陪你回家，过年，好吗？